金粉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啊。今天我们来到海底捞，那海底捞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就配上那个全联的食材，我们要带上这些食材啊，泡面，我还买了这个一枚奶茶。等一下来喝喝看，这跟那个 Costco 的有什么不一样？美国牛胸去去花火锅片，鲷鱼，梅花牛，那个美国乳牛小排啊，里面最贵就是这个。然后还有澳洲牛刃腿心火锅片，牛肩里脊火锅片，来下那个美国乳牛小排，我来看一下在海底捞有没有特别好吃啊。试试看啊、就跟在家里吃一模一样。全店买的那个奶茶的那跟好事多不一样，喝起来差不多啊，因为当下没有跟另外一款去做比较，我是觉得喝起来是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它一样，这个是含奶量50%的、啊，只是封面不太一样。那全年卖的比较贵，好吃都卖的比较贵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海底捞就是要来挑战一下吃这个泡面啊！现在我准备要来泡啦，我应该是史上第一个在海底捞泡泡面来吃的人吧？料理包不知道要不要加，直接泡汤头就好。我们静待3分钟，好，3分钟后到了，我现在来看一下，因为我刚才汤没加很多，所以它现在汤被吸干了。我主要来试一下它的口味，看起来吃起来是怎么样。因为我刚才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粉包跟酱料包是没有，就纯粹用它的汤头去泡。我发现咸味已经够了，我觉得这口味说不上来，可能要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啊。突然发现，越吃越好吃啊！它不会像一般那个泡面吃起来比较容易腻，它吃起来感觉这口味真的很难形容，感觉还好，现在越吃越好吃啊。蛮赞的。除了泡面之外呢，最后还有这个抹茶汤圆啊，我们来吃抹茶汤圆。自备食材就有这个好处了，下汤圆哦，终于要吃完了，我还以为我带这些肉吃不完呢。然后我买的是抹茶口味，我们来等一下来吃看抹茶好不好吃啊。果然吃完火锅就是要吃个甜点啊，这样配太好吃了。烫，最后结账的金额出炉，对了，总共是470元啊。然后我们是三个人吃啊，其实就是只有汤头的钱而已。我们是点的是那个鸳鸯锅嘛，一个辣的，一个三鲜。
那个金额超便宜啊。今天呢去海底，然后吃的还蛮饱的，算是一个挑战成功，在海底捞吃泡面啊，花非常少的钱，可是可以吃的非常的过瘾。海底捞这个服务算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，只要跟他买个汤头，而且不限时间，你可以坐在那边坐到非常的晚。我从6点去吃嘛，然后吃到快10点这样的，我在那边待了3个小时多，然后自己带的食材也非常多非常多，然后吃的超饱超撑，而且超便宜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个喜欢，想要看我更多影片的话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